大報道，鋪真價實啦！原本呢間鋪叫價2000萬，而家減到1680萬啊！散未啊？有得傾啊！呢度特色麵店將會進駐係42000蚊嘅租金啊！大家出睇，五大原因，這個大單邊點解咁靚仔，同埋側邊有好大個恆基嘅地盤嘅時候咧，500多伙嘅住宅將會有落成咯。望望咧，呢個咧就係一個大單邊嘅位置，就喺正呢一個嘅大埔道呢個大單邊位側邊咧，呢個就叫做西洋菜里啊！我都想去西洋菜街。呢度咧特別嘅地方嘅時候咧，望到咧側邊咧有呢個嘅百佳啦、巴士站啦，同埋嘅時候咧側邊再過去嗰邊嘅時候就講係呢個麥當勞啦。五大原因點解呢個嘅單邊就比較特別啲啦？之前我講過啦，一食正車流嘅方向啦，車流向過嚟嘅時候就向住呢個門面啦。二嘅時候咧，前面咧就可以停車，就唔可以泊車。啱啱我有呢架嘢喺度嘅時候，但係佢咧開咗面店啊，你開揚個門面嘅時候，你就唔會咁樣擋住，你前面擺兩個雪糕桶 OK 噶啦。做零售都嘅時候，啲人唔會咁樣擋住咩？三嘅時候咧，門口又冇欄杆啦，又唔係呢個雙黃線可以停車啦。人流嘅時候咧，咁啊現實地呢邊你見到有個啦，咁嚟緊咧有個恆基嘅大型地盤，同你再講之前嘅時候咧，呢個做呢個飲食又得，零售又得，呢個服務又得，但係而家嚟緊咧就想做一個飲食業嘅面檔，特色面檔將會進駐42000蚊，就再有一個生意上面咧，上面咧有個恆基大型地盤。後面呢個西洋菜北街呢度嘅時候咧，就恆基大型嘅地盤喺度嘅時候咧，就講緊係總樓面面積啊，講緊係超過200000嘅平方尺，地盤面積都23000尺啊嚇，咁啊。起一個就係28层嘅商住項目啦，咁啊當中嘅時候住宅嘅時候，就講係541伙啦，就再加下面嘅時候咧，就可能商住項目下面就一啲嘅 retail building 咁樣啦。咁當然咧，日後嘅時候咧，人流由呢邊咧帶翻落嚟，行翻出去嘅時候，太子港鐵站咁啊，自然會經過呢間鋪頭啦。大單邊位抵到爛啦，真係。盛匯新鋪鋪真價實啊！啲辣嘅鋪咧，全部都賣曬啦，剩翻最後呢一間最靚大單邊嘅位置嘅時候咧，原要價2000萬。而家減落嚟，小心要走貨。呢度講係1680萬，跟住聯絡我哋同事們嘅時候，盛匯商鋪配套真，租金實，鋪真價實。多謝。盛匯商鋪配套真，租金實，保證鋪真價實。